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画蛋机的一个简单的使用操作啊。首先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蛋，然后我们轻轻的转动一下，观察一下这个蛋是否是在一根轴上面啊。如果不是在一根轴上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微调，将我们的笔可以固定在这根笔的轴上面，固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像我一样啊碰到这个鸡蛋，给它造成了一个小点在这上面。这样是影响一个美观的啊。好，现在我们将这个笔啊还有这个蛋将这个笔放在这个蛋的中间，因为软件开始的时候它那个终点是在画布的一个中心点上面。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那个绘图软件啊，我们在电脑上面打开这个绘图软件，现在我可以看到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画布啊。当然这个软件一刚打开，我们肯定是要更改一些其他的参数的啊。这边简单来讲解一下我们需要更改的一些小参数啊。首先我们打开单击文件按钮啊，找到文档属性，找文档属性之后呢，我们单位这边啊设置成那个像素 px 啊， px 的那个宽度呢是3200，高度是800。好，设定好之后可以按关掉，关掉之后它就是这个3200×800像素的一个画布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室内的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已经给你们做好了一个绘图的一个文件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标志性的啊，找到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文件，我们来进行一个绘制。好，我们找到一个 Hello World 啊，这个是我们学程序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一个来作为一个程序的开头啊，向世界问好啊。现在我们可以单击这个图标啊，我们可以拖动它啊，可以这样进行一个拖动，你可以放到任意的画布的一个位置。当然你放出去之后啊，它也是可以画出去的，因为这个软件它这个画布它只是起到了一个框定的一个作用，只是辅助你啊进行一个你的一个构图的一个怎么去摆这个你的这个位图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界限啊。你摆出去之后这个笔啊它当然也会往外面那个地方去走，然后这样的话就会上机器嘛，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将这个放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画布的正中间，当然这边的箭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去更改它的一个大小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去拉动它啊。当然是我们是喜欢这个一个比例，如果是比例缩放的话，按住 Ctrl 键，按住这个 Ctrl 键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等比的一个缩放，这样的话它不会有什么畸变啊，有什么变形啊。我们就是现在将这个图案拖到我们画布的一个中心啊，然后我们可以单击这个拓展，找到那个 eggbot 的一个管理啊。单击管理之后可以看到一些小窗口啊，绘制设置啊。当我们第一次进行一个绘制鸡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到这个设置里面的基本设置啊，去设定你的提笔位置还有落笔位置。这个的话可以大家可以参照一下我这个值呢，它这个间距很小，它抬笔和落笔它那个距离很小，可以保证一个绘制的时候一个精度的一个提高。大家可以把这个值设小一点，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绘制的一个精度啊。速度上面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建议不要过快啊，但是也不要过慢，过慢的话就是会浪费时间啊，尽量的设置在一个中等的值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上面这个值。然后呢选项卡里面的话是一些高级选项啊，回到原点的话建议大家勾选一下。至于是为什么要勾选呢啊，如果你不勾选的话，我们没有勾选这个回到原点，它的笔运行是写完这个 Hello World 之后，它从这面它这样直接抄近道，从这面抄近道，它是个圆嘛，它围成一个圆之后，它可以从这里抄近道直接到这里来啊。围成一个圆之后，这两个点是拼接在一起的，很近的，大家不要看我的鼠标在这里运行了这么大一个范围啊，它就抄近道来到这里了。但是如果在其他的情况下呢，可能一些图案的话它必须是要求回到原点的，不回到原点它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建议是
勾选回到原点，它这个笔它会回到这边来，然后重新去绘制这个图案，而不是直接从这边抄近道过去绘制这个图案。所以说这个回到原点是可以勾选一下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手动还有一些恢复啊，还有一些层，这边是基本上很少用到的。这个恢复的作用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机器上面它有一个复位的一个按钮，当我们绘制一个图层，绘制完好一个图层之后，我们需要更换一下这个笔的颜色，可以去按一下这个按钮，按了这个按钮之后呢，我们机器就会停止住，然后就会停止在选，就会悬停在这个位置。好，悬停在这个位置之后，我们把笔的颜色给更换掉，我们这个笔的颜色之后，是吧？更换笔的颜色之后啊，我们继续来点击这个恢复里面的这个应用，它就会继续根据你刚刚那个图案去图案去绘制，就可以更换一个笔的颜色。当然是一个图层一个图层的，它上面有很多图层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更换它的这个笔的颜色。如果没有图层的话，就是你画了一半了，你想换种颜色，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功能。好，我们今天是讲解一下简单的一个绘制将我们的极单和笔都固定好之后这些参数基本上设定好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绘制。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应用按钮，点击完之后它就会处理这个数据，然后在我们机器上它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绘制。